一二三，习惯习惯，职业病。首先我觉得有一个方法论特别好，我特别适合我，就是我会知道说其实唱歌是有一套完整的方法 follow 整个这个概念去学习会比较好。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一对一的教学过程当中会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我之前对于我的发出的声音这个方法还有什么，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和老师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改正会让我感觉到说，哎，我了解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也知道现在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知道如果以后需要去练习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需要学到最科学的那个发声方法，把嗓子负荷减下来才能保证我这嗓子那个续航能力。想学正确的发声方式然后能突破高音，需要长期的练习。这个期间我知道以后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很满足。每天每天站在忙乱又无聊的路旁，等你向我走来。非常多想法上的改变，从最开始，因为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唱歌啊，然后过来之后就很多东西就颠覆了。我认为我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认真的把歌唱好，可是这工作做了很久之后发现到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解决你们心理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提到的，有一些人可能对于自己唱歌不是那么有自信，可实际上他可能唱歌是蛮好听的。更加平和看待唱歌这件事情了，就是以前觉得特别激进，我要唱上去，然后我就要使劲唱上去，然后现在就是上完课就练习，等待我习惯适应它的那一天。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发现以前学的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对比之后才发现对以前的对于唱歌的三观来说有了很大一个认识。是最遥远的未来不在，嘿嘿，时光不在，那就忘词自己为自己悲哀。你都献给我，为谁太美妙了。首先专业方面也就是有提高吗？自信了一点，每天都很开心啊。就是这个课我觉得不光是这方面的收获，还有很多别的收获嘛。这12天就是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信心，也给了我一个很正确的方法。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唱但是都在瞎唱的那个状态，这12天下来就是首先我正确的认识了自己的发声的一些功能啊，然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式。因为以前我唱歌很局限，就真的找不到几首歌自己可以唱，现在我就有了正确的方法之后，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唱。我觉得啊，怎么那么难听啊，不知道我有多痛苦。你期待自己有改变，就可能我也觉得你其实尝试一下没有关系吧。对啊，随便说，真的没关系的。听起来就是没有一点这种释怀的感觉，还是从头到尾在挣扎。它应该是一个很和缓的一作的作品吧，可是被你唱得很紧张。喜欢这事儿嘛，就肯定会遇到一些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纠结的事儿，就是反正喜欢，所以就还是接受它。做音乐自己开心就好，不管做什么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你不可能就什么都是按照你的想法，或者说你什么都擅长，这是不现实的事情。因为很多情况下，比如说你很在别人看来，可是在别人看来并不在意。我老婆经常问我说，你整天发着找这老师找那老师学，然后你又不去酒吧唱歌，你说你有什么回报吗？自己内心是有答案的，就是反正喜欢
喜欢嘛就为他付出，付出了之后呢，你无论纠结这个啦那些，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反正到最后他你喜欢，其实你就是享受，你痛苦也是享受，就一点一点的去每一天看得到自己的一个进步，其实就 OK 了，别人也可以看到了。对唱歌的认识会有另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看法，更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对音乐有个新的了解，能够学到一个自己去调节的方式，突然发现自己应该学什么了。自己在唱的时候就会觉得比以前要轻松很多，就是很开心，我觉得很轻松的，然后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就是能看到一条路，而不是只看到脚下的，真的是我很开心，有这么一个地方大家是向上冲的那个感觉。VBS 流行演唱专业班，让你找到改变的捷径。